总价就八位数。头期没有，家里帮的比较多是家具类的，然后包含像 Ella 姐，她送了我扫地机，这样就七位数。哦，对对，因为 我本身是生活白痴啊，就是以前生活小白，对，生活小白，对，所以就是住家里的时候就被照顾得很好，这样。那现在自己出来就想要开始学习这些东西，就是我就在看这个圈圈什么意思，这样，然后就开始查，我觉得这个圈圈打叉什么意思，这样。不太会，他就分不清楚那些衣服，我不知道，对，因为有你知道，对，这我就分不清楚。对，然后就是什么衣服要分开洗，什么不行，我的那就弄得有点被染色过复杂。没有没有，我有都有先做功课，因为我耳闻过说，哎，黑色白色要自己单独洗这样之类的，所以就会去上网查资料啊什么的。总价就八位数。头期没有，家里帮的比较多是就是家具类的，对，沙发。就是爸爸的朋友送，很多叔叔阿姨很照顾我啦。然后包含像 Ella 姐，她送我扫地机器人，还行。对，大概几位数？就七位数。对，不可能到八吧？到八的？没有。中间。中间在下面。